要除旧布新，大家来个环境大扫除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定在今天跟1月10号到13号，那为期4天的时间，就来我们进行我们的菊关乡的国家清洁周。那在这里工作其实一定要完成，让这个村里，让菊关乡恢复在此也代表这个省会大队，祝在场所有人，这个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好，一二三，下一个，西瓜甜不甜？做干净了，就一次给你干净了，对不对？你慢慢把它清出来了。我都已经搬了，剩最后一个了，不把它关掉，怎么好意思呢？不会，应该的。